早刚睡醒没多久的我，在确认 email 时被吓了一跳，于是我马上登录账号看了一下，他要我缴交这么多资料，需要我的家庭资料、履历、护照扫描等、两寸大头照数位等、体检证明、良民证。家庭资料在当下马上就写完了，并且上传过去，但是还有后面那么多事情。周五还在制作游戏的我，决定先把游戏做好，周一再来处理这些。直到周一，这周竟然有端午节。端午节代表什么？代表这周我只剩下这三天要处理完这全部。于是我修修改改了我的履历，上网搜寻拍的好看的店，立马预约了拍照，查了哪家医院可以体检，以及线上申请了良民证。当我在修改履历时，我做了一个角色移动脚本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要专业一点，设计角色移动脚本以及移动障碍物脚本。我添加了游戏特效。哎 no 不对不对，设计特效脚本以及在游戏物件上添加特效。感觉非常的好。履历写好了之后，隔天我就出门去拍照。哎呦，怎么这么暗？ OK， 哎，好，现在已经，哦，太亮了。好，现在，哦，头发随便。好，现在我已经到了附近停车场，然后我准备去拍照。等等回家再来确定，因为拍完照我还要去体检。对，拜。拍完照后去了医院，由于没有排上队，又灰溜溜的回家了，只能明天再去排队体检看看。而我对我的照片也非常的满意，感觉可以把所有的证件也一起换了。当天我提早了一个小时过去，到那边也还没到报名时间，所以我觉得我肯定能排得上。由于到的太早，成了第一位体检的，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杯子跟一个罐子，要我去上厕所。抽了血，照了 X 光，量了身高体重以及视力，最后也有医生看诊，问了一些遗传病史，反正我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最后的报告我也收不到，所以我健不健康就要看签证有没有下来了。做好了全部，我在回家的路上也拿了良民证，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上传上去，接下来就看签证下不下来了。而明天也刚好是端午节，大部分人也都休假了。不得不说，当我在申请时就应该上网查相关资料，然后提早做准备，不然真的太急。这感觉像极了每次有拖延症却又要赶 deadline 的时候。签证告一段落后，我要去做一个端午节游戏。游戏想法来源于一个种子，然后我莫名其妙就完成了这部分 game， 看起来很美，但 bug 应该很多。不过这样说的话，僵尸很可爱。如果一个游戏没有美术的话，由于前面花太多时间在签证上面，我这周的影片又得赶紧制作出来。这时不禁感叹一下，啊，这就是 YouTuber 的生活吗？除了天天想题材，还要拍这拍那。虽然我的拍这拍那都在制作游戏时一起拍了，剪片可能也比较容易，但还是觉得这也是一个爆肝行业。所以工程师等于爆肝， YouTuber 等于爆肝。那我的肝虽然感觉现在各行各业好像都很爆肝，周四到周日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起床做游戏睡一觉，游戏做好了之后起床剪片睡一觉。原以为可以放松的时候，Last time we argued. How many disagree with? How many disagree?With the utilitarian.
fuck， 呸！时间过得超快，一天又这样没了。当我想要有娱乐时，看到了各位通关游戏的影片，又让我想要开始制作一个大家玩得开心，而我也能减少 bug 的游戏。所以计划当然不告诉你们。在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时候，也会收到大家的讯息，让我好好睡觉。为了证明我是有好好听建议的，所以我又花了一天什么都不做。当然不可能，还是有写一下程式，其余时间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把睡眠补了回来。经过了那一天的放松，导致我有点收不回来，感觉自己只要一放松就会一直沉沦下去。这像什么感觉？考试时日以继夜的看书，以及考试后日夜颠倒的吃喝玩乐，或是暑假放完要重回学校的那种感觉。虽然感觉大家暑假还是要去学校，总之那天之后，我各种的躺在能躺的地方，能不起来我就不起来。事情是拖延了，但是怎么说呢，我因为长期久坐而得的某种疾病却莫名的好多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经过这一周充实而又荒废的生活，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凡事量力而行，不要太紧绷，也不要太放松，每天能做的事情也就这些，再怎么着急也急不出来。所以下次还是把太过放松这选项尽量不碰，因为真的太舒服了。也很感谢这几位天才把我的游戏都通关，还贴心的发给我，真的要感动落泪。在我放松的时候，一一的认真看到我的游戏做的超分，然后你们玩的也玩出了我自己没有玩出来的事情。我下次一定好好修 bug， 至于怎么的好好修呢，就看我时间啦。这几天以来，有些话想要对大家说，就是谢谢观看以及包容我的技术，游玩我的游戏。对于一个游戏制作的人来说，一个游戏能被大家玩得这么开心，真的是一件超级快乐的事情，重点是还能得到你们的回馈。所以也祝大家睡眠健康，身体健康，一起加油。我是 Ava 界君，爱喜欢不喜欢 Be good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